为迎接2024年春节，佛光山将于2月10日至3月9日举办佛光山2024年春节平安灯法会。法会以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新春贺词云水自在祥和欢喜为主轴，展出平安灯等活动。 特别还将呈现长达20公尺的飞龙与主灯凤凰展翅相映成影，营造出龙凤呈祥的美好意象。一二三，到台湾，台湾有个佛光山，佛光山上风景好。 真好啊。
以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新春贺词祝福大家，云水自在，祥和欢喜。